两年一次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今年在新竹登场，一共有4000多位原住民族选手报名，代表各县市角逐奖牌。而新上任的体育署长日前就任，对于棒球运动有改革新想法，而对于整体的体育政策是否也有新气象，提升竞技运动发展、体育人才培育计划和资源分配，以及运动员的未来在哪里，请锁定本周六晚间7:30，部落大小声。